说你是不是一直不要退，是因为你很缺钱？钱多少哈、哦啊，这个是无所谓了啊。最主要是说我们的兴趣。说你是不是一直不要退，是因为你很缺钱？谁会说钱少？哎，真的没有。这个钱多少哈、哦啊？这个是无所谓了啊。最主要是说我们的兴趣。跟我一样啊，哎，已经真的习惯，放不下一种习惯。而且你看，一个职业，你几岁进入我们的演艺界？我十六岁。哇，十六岁。大哥，你今年几岁？对，我们算一下，73啊。